圣业，玫瑰，圣业，玫瑰已是堕运之花，而且身留孽种，你何苦再来相见呢？玫瑰，自从你被选作宫娥，我就投衷恶思，无非想我永不分离啫。我仲希望你有日被显出功位，我哋可以同偕白首啦。岂你会被元帝逼奸成人？虽然不能相亲啫，但系连相见都唔准咩？见面又如何呢？作关羽过此生，玫瑰，你趁住元帝离宫猎兽，不如我哋远走高飞吧啦！远走高飞，唔得噶。点解呢？今人残暴非常，倘若逃之被执，定遭杀戮。就算我哋幸而脱险，亦会连累不少汉人噶。咁啊！皇后驾到！死啦死啦！皇后驾到，你快啲走啦！咁我回避啦。真係好膽啊你，行過嚟。岳师崔成业叩见娘娘，奴婢白玫瑰叩见皇后。崔岳师，深夜到此何事？杨圣旨入宫教授白玫瑰操琴度曲。好，恕你无罪，起来站立一旁。谢娘娘。白玫瑰，你身为汉女入宫服役，竟敢勾引主上，可谓大胆非常噃。奴婢知罪，但求开恩。开恩？娘娘，白玫瑰被圣上宠幸，非系自愿，乃系被逼嘅，望娘娘开恩。不用多嘴。赵大夫在。按大梁宫廷律例，汉女与圣上亲近者，该当何罪？讲啦。按大梁宫廷律例，汉女与圣上亲近者，杀无赦。杀无赦？娘娘，住口！功亏难废，保奏者同罪。御林军，将贱人令君打死。追！汉宫女棍下身亡，死有
有余辜，全令草草埋葬。遵命。摆驾回宫。遵命。玫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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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玫瑰。圣叶，玫瑰，你见点啊？我个肚扭住痛，你行出去先。我行出去先。你行出去先。再续啊！你一点到底都系你骨肉，我希望你将佢养育成人。好，我一定当佢系亲生女，抚育佢成人，报答你对我嘅情爱。我而家改佢个名，佢做玉珠。将来佢长大成人之后，千祈唔好俾佢接近金人。尤其是唔好俾佢接近宫廷，千祈咪令佢再度娘亲夫妻。系，我一定依照你去做。我打算同佢遁迹全林，再不受金人嘅俸禄，一定唔会再度你嘅夫妻。你放心啦，玫瑰。不用怕，你們的說話我完全聽到了。這個女兒到底都是元帝的血人，你如果留在身邊，始終都是惹禍的。不如憤之娘娘，非你殘廢方可離職，但是退休呢，方得退休，得退休方可離開宮院。废就可以去得休。赵大夫，我唔该你抱住一阵先。哦。哎呀，崔老师，崔老师，你。你做咩嘢啊你啊？乜你咁狡猾啊你？嚇嚇，唉，咁我而家咪殘廢咯。唉，我睇見你偉大嘅愛情，令我非常感動。好啦，我無論如何都想辦法幫助你退休。唉，你翻去先啦。陰公，
中统独善华中风，礼仪文化良于胜，这我感中怎与相敬，空教谱愧一张望不灵，居宫中影影孤清风国受难轻，且看曹魏恩人留话清清，为叹花水飘零，见圣上。高将军，孤王无子孙赵进宫何事？启禀主上，内外奏章呈表堆积成叠，谨请主上驾临御书楼批阅。重要奏章需经太后批判，例行文件交内阁处理就是。孤王不愿按族劳刑，不必多奏。主上，重要奏章需由太后批阅，巡例亦需经御览。主上若好闲游，抛荒朝政，深恐太后见怪噃。巡例又有何用啊？高岳，是否想干涉孤王行动？哦，不敢不敢。不敢，打去吧。遵命。当此春花如锦，待奴才往取文房四宝，待主上题诗解闷如何呢？题诗解闷不必啦。国明吓，孤王未正位之时，闻说城西外有桃花坞，春来花放，景致清幽，你可曾到过啊？桃花坞景致确实优雅，奴才也曾到过，未知主上因何问起呢？孤王已欲微服一游，你为引路。主上，师出皇城非同小可噶，诚恐太后闻之，奴才担当不起啊。奴才，难道抗疫孤王你就担当得起啊？不敢不敢。不敢就快些准备疫服。遵旨。每年拜祭你的忌神，我的心都最感难过，唯最值得安慰的呢，就是将你的女儿养大成人，她比你一样那么美丽，一样那么聪明，若果玫瑰你有灵，你就保佑你的女儿，不要被聪明所误，不要学得你那么惨淡收场。阿爹，
点解你每年拜祭阿妈，更换你个女，唔通你唔系我阿爹嚟嘅咩？点解我唔系你阿爹啫？唔通我咁对你阿妈讲唔啱咩？当然系唔啱啦，你都有份生我噶嘛，你应该要话我哋个女咁至啱噶嘛。哈！而家学得人咬文嚼字嚟抽称阿爹咯，系嘛？咁又唔敢，阿爹，你叫阿妈保佑我唔好学佢咁嘅收场。阿妈梗系死得好惨噶啦，我今年20岁噶咯噃，点解你总唔肯对我讲明啫？六柱，我都时时叫你唔好问起呢啲事噶啦，将来你总会明白嘅。快啲添香奠酒，拜下妈吧啦。哦。哦，冇酒啊！寻日好生意嗰头，我出边都冇啦。咁等我叫人送你。阿爹，唔好啦，你行路又唔方便嘅，不如等我去吧咧。你女仔之家，单身出外走动唔方便嘅，等阿爹叫人送你。嗱，我吩咐你啊，我未翻嚟之前，有客人你都唔好招呼啦，吓，提防啲狂风浪蝶啊。身份咧，我就敲跛你只脚。系系，阿主人，阿主人，日过中天时候晏，汉来应份转归程啊！心怕太后之问罪恶多，未服侍又需醒定啊！柔兄未难不思返，蛙底琴弦尚可听啊嘛。
唱得好，弹得妙。小姐，不请自来，好冇规矩，偷听我琴韵歌声，非罚你赔偿不可。赔偿？愿意愿意，就算千金万定，在所不论。穷书生，还敢口出大言系嘛？喂，你咪出言开罪噃？你知唔知佢系当今皇帝？多谢。系，我主人好似当今皇帝咁有钱噶噃。仲讲，啊，留你喺处咧，就失礼人啦。你出去同我摘一千朵桃花，多一朵唔要，少一朵唔要。吓，摘咗一千朵啊？多一朵又唔要，少一朵又唔要啊？系。哦，我明白啦。快退。哦。小姐，小奴才已去摘花啦，我哋准可以相对倾谈啦。边个同你倾谈啊？当然梗系你同我倾。你好扯咯噃，扯啦嘛。哦。我呢世人最下气就呢一次啦，从来只有我叫人扯嘅啫。冇人敢叫我扯嘅，我居然叫我扯，扯就扯仔啦。咪行住！啊，你个人够出奇噶啦噃，可知你方长不出象牙，边个同你共赴联王永啊？哦，咁唔啱罚我。常在妆台侍奉啊！想啦，你分明立歪心。哦，咁两样都唔合啊，姑娘你嘅意思啊，唔啱又咁啊，罚我喺你间酒寮饮三大盅啊！咁都好，不过可惜烧酒经已卖晒，欠货。哦，卖晒酒啊？唔紧要，常言煮定香茶好谈心，但可以以茶当酒啊。我照样找数啊！边个稀罕你啲钱啊？我要罚你亲手烹茶，递俾我饮。哦，甘心照做。跟我嚟啊！从命。谢小姐，嗱，咁你第时就唔咁轻佻啦。系，请问小姐贵姓芳名？我姓崔，叫做陆珠。崔小姐，公子你呢？我叫做梁浩光。梁公子，请坐啊。坐坐坐。面对家人都好开心，太后之吻。梗系倾到入心入肺顶啦！我想话入去催佢，又唔敢，唯有好似寒学等虾咁，冇法子啦，等下佢添啦。想饮酒唔好行入去啊，行去第处啦。点解啊？梗系啦，今日呢间酒寮啊唔做生意啊。喂，你唔帮衬就唔好乱讲喎。嘿，唔好行你。总言之系咧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嗰头有间酒寮，嗰啲酒啊仲靓仲好啊。喂，你而家系捣蛋啊，一个敲诈啊，费事同你讲。喂，嗱，如果你唔听我讲。撞起板上嚟冇得掹噶噃！你发神经啊你！喂！陆珠，阿爹，崔世伯，你系边个？你叔爷上门咁大口胆吓？阿爹，你唔好乱讲咧吓！你仲话唔系？食啖包天覆神不雅应。
引有少女并作谈情，你尚要瞒住阿爹，不将阿罪认，令我心中激阿老愁，愤莫名。哎呀，爹，你唔好乱闹啦。未有失德损礼仪，还求监实情。呸！登徒浪子无德行，怀春少女揽牵那青。知己者便快离开，我就送官救治私情啊！惊啊！喂喂喂喂！哎呀，你敢拉我哋主？方明，你敢拉我哋主恩见官啊？哼！万官你个主人啊，就系主上我都见过，乜嘢咁了不起啊？一个就登门勾引，一个就门前睇水，你两只坏蛋，你仲唔走？我唔扳死你啦！吓，扳死你啦！唔好咁啦，爹，梁公子真系一片情心噶。情心噶，你恨家就真。提起情一个字啊，令我悲愤不胜。几许青年男女动作太痴情，阿爹，暮月生情，皆天那性，谁知情啊太不应。你唔知噶啦，女，开讲话情海茫茫，难记定啊情花恨过，此语更分。命提一个情字，累到你阿爹一生受苦；提一个情字，累到你阿爹半世担惊。总言之，提一个情字就可怕啦。我同你点同呢？环境都唔同，我费事同你讲。六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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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玫瑰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尽心来管教，免六珠浮沉苦海，逐飘萍。啊！通婚怎可为国例呢？心如龙珠，一相爱实你难移，不得两啊相依，只得暗啊相思，恐怕恨怨永。奴才到碧云宫献药，不见主上，原来主上在此。主上，原来徘徊倚天看戏，万乘之躯还命宫中，绝不能大意噶。常盼圣上回去服药。要五四
王艳并为何因，结果不知又可恕，莫名你未解孤心事，可清老顿甲痴愚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知草灵丹无用处。林中有解心药，难同圣上解相思啊！虽知国法不容情，汉女为妃当处死，熄咗条心罢啦，主上。情之所钟，痴心难熄。孤王若然见不到绿珠，食药都系冇用噶啦。主上啊，若与绿珠相见而不相亲嘅，奴才都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再揾佢啊？仲敢咩？如果俾太后知道啊，点算啊？唔去揾佢，又点可以再见呢？我讲俾你听啊，咁咪得咯？咁都可以。咁请圣上回去饮药先啦。好。帝嘅外侄，太后扶册登基嘅梁景帝啊嘛！啊，原来佢系当今天子啊！主上相思成病，所以命我到嚟揾你共佢相见噶。主上病咗啊！我身为民女，点能够入宫问候呢？你想入宫就有办法啦。不过我要先声明，你与主上相见不能相亲噶噃。身份悬殊，绿珠又焉敢妄想呢？但求一见，都已缘足矣咯。咁得啦，若要进宫朝圣主，须把袁尚换舞衣啊！我已经安排妥当噶啦，跟我嚟啦。Yeah.
到孤王原名唔抵揾啦。主上，此女面目陌生，神色有疑，恐怕其中有诈，另具用心。此歌姬孤王梁冠建，将军不必疑云阵阵啦。主上，微臣奉太后懿旨，宫中护驾，今有可疑之处，不得不追问原因。你如何偷入宫廷？为何无冲无忌，反一直言无忍？如有含糊半字，我将你身受双棍。你讲，你讲，高将军，含无是威武，吓坏了差群。此乃民间歌女，是汉人。故王宣召来宫，今日席前歌舞，已如神。并无不轨与歪心，卿家不用多追问啊。主上，只为宫廷有佳女，安女不能近胜君啊，擅闯宫闱罪当诛，按律执行不如人。奉诏而见孤王，岂得为之擅闯宫禁啊？你警司杀戮，是否想逆旨欺君啊？微臣不敢。不敢就撒退啊嘛！微臣告退。六珠，冇吓亲你啊嘛？主上，有我爱护你，你唔使慌啊。在心盼得个亲近，恳盼相见间，去说了亲，更受查问，险遭劫困。怕怀疑眼睛，怀疑放心。才智真情人，英魂亲自参上六品，若你接恩，更获重罪，死也无憾。功更多严厉，一片情深，非敢亲近。六珠，你原谅孤王，不能多留你在宫里，不如叫薄明送你翻去先，我哋再图机会再相见啦，好嘛？难啫，宫规严厉，不得不嘅啫。你翻去先，孤王今晚三更在桃花坞见你。啊，三更去见我？冇错，你记住三更啊。薄明，主上，你快啲送崔小姐翻去先。遵旨。主上，咁我走啦。三更等我啊。佢從來都唔去咁夜嘅噃，點解咧？你翻嚟我要教訓下佢就得。
博明啊，我阿爹性情好固执嘅，你唔使送我入去啦。哦，嗱，咁你记住咯噃，我扯啦。你仲未唞咩？我未唞，你去到咁夜。我吓？我见今晚咁好月色，我去响桃林嗰度散下步啫嘛。散步？哼！早啲唞。我嚟问声你，呢朵花？你点样打翻嚟嘅？吓，呢朵花，哦，喺山边摘嗰啲野草闲花啫嘛。夜读草书生，原是大贵人。一见啊钟情，心负恩。唔通要我一世做老姑婆，孤襟独枕咩？所谓女替当嫁，古已有云啦。而家你嫁唔切咩女？我唔同你讲咁多，我不准你滥讲爱情，不准你附庸压笨，不准你混入宫院，不准你与妓院弟相亲，不准把父命抗为护你亲娘嘅遗训。不准你开门迎接嗰个异族之君啊！爹，仲有冇唔准添啊？够啦！够啦咩？你都可谓太自私，太冇理由啦！吓？我自私？我冇理由？唔系咩？唔系点解你唔俾我嫁啊？我唔系唔俾你嫁。我唔想你变翻阿妈咁嘅惨淡收场，赢得全台饮恨啫女。究竟我阿妈点样死嘅？你快啲对我讲下原因呢？唉，讲起前事，我就凄凉啦。你原非崔家血人，你父系金族嘅昏君。吓？乜你唔系我亲生老豆咩？当日李良被选作工人，惨被元帝逼奸而有人，皇后之问命丧身，君下无情空且恨，你母产下娇婴便断魂。原来我阿妈死得咁惨嘅，呢个恶尸兼有全孤淫，断足离宫似获生，也在隐居挨苦困，为报纸啊饮情意，把你苦。你生啊！
分。我啲咁样做法，我系咪自私？我系咪冇理由啊？爹，我怪咗你，我不孝，我知道错啦。你而家知道错都未迟嘅。虽然个景帝系元帝嘅外侄，同你血统无关嘅，但系你同佢亲近呢，我但系对我唔住，就系对你嘅死鬼老母都对唔住。女，你乖乖地听下爹话，我要同个景帝断绝来往。要我同景帝断绝来往？唔得。点解啊？景帝虽然是金人，但是他对汉人并不歧视，而且他对我一片真情，我交晒俾他，我不能够不见他的，而且他约定今日三更就来找我的了。三更？三更来？是啊。不得，我不准你见他，我是你老豆，我虽然生你不出啫，我养得你大，如果你要见佢，我就当堂打死你。阿爹，冇得讲。我而家再嚟吩咐你啊，景帝佢真系嚟嘅，我就唔准你开门，叫你你都唔好应。如果你违抗我嘅，以后你就唔好叫阿爹。我嚟揾六珠啊！六珠唔喺屋企啊！乜六珠未翻嚟咩？唔系啊，奴才亲自送到佢门口嘅。不过佢老豆固执，唔想俾佢见主上就真。你再叫过佢啦。哦，六珠小姐啊，主上驾到啊，快啲开门啦！都话六珠唔喺屋企，未能接驾咯。真系唔喺树噃，如果佢喺树，听见我哋嚟咧，佢梗出嚟见我嘅。佢唔出嚟见我，就梗系唔想见我啦。我哋不如车吧。啊！阿爹，我忍唔住先打乞嗤啫嘛，相信主上唔认得我啲声嘅。六珠，我认得你嘅声音啦，你唔好诈大，快啲开门啦，爹。咁开唔开啫？唉，而家都穿晒煲啦，仲唔开想我杀头咩？嗱，咁你叫我咋？唔关我事噶吓。神吹成叶剑阁，愿我王万岁万万岁。平身，谢主上。谢主上。主上，请坐啦。六珠，我叫咗你咁多声，你都唔出去迎接我，你系咪唔想接受孤王嘅宠幸啊？我已经想开门好耐噶啦，不过我怕爹责罚。怪我未把地方打扫，便迎接圣君啊！咁样系嘛？崔兴格，神，你千金的确有冰雪聪明，你想唔想佢有王妃嘅福荫咧？唔想吓，唔想就假啦！我哋汉人而能腰性重，成熟啊，荣幸万分啊！六珠，你埋你。阿爹啊，我好唔好埋去啊？怪女，你咁样问法，
你系咪嫌阿爹命长啊？咁又唔系啦，爹。如果你唔中意嘅，唔讲话系皇帝啊，就算雷公叫我都唔去噶啦。嘿，系啦，我知道你孝顺啦，阿爹心领啦，咪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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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六姐，孤王今晚想喺呢处留宿一宵，明朝早就转回宫禁啊。主上，你今晚唔想扯咩？系。我哋呢度得一间房，系我同阿爹两个住嘅，我就冇所谓啦。唔知阿爹肯唔肯呢？乖女，呢句说话你多余讲嘅啫。主上亦喜欢，乖女亦同意噶啦，使乜对呢个老年人多此一问呢？崔兄噶，我话你就系多此一讲，我问六珠即系问你啫。若果你系同意嘅，就快啲同我整备香襟啦！臣遵旨。喂嘅，鬼叫我做到你老豆咩？廿年来为你面干垂心，十年来为你供书教养，就算辛苦危气。都要做埋最後一環啦！招女兒你喜歡，做馬亦應本分啦！襟枕已經安排好啦，請主上你休息。好，好夜噶啦，請出去唞下啦。出去？係啦。唔得嘅，君王在此留宿，微臣应该侍奉在侧啊嘛。哦，有阿六珠侍候我得啦，请出去唞啦。唔紧要嘅，微臣侍奉主上系应该噶嘛。恭敬不如从命，阿爹，不如你出去早啲休息吧啦。几十岁，早啲唞啦。出去。微臣想有两句说话叮嘱小女啫。哦，系咧，阿六珠啊，做咩啊，爹？你喺住服侍主上，你小心至好啊吓。我识啦，爹。我知你识，你识到极添。不过我希望你正宗就要想下你阿妈。你瞓醒觉，你又要叫声你阿妈。呢几句说话。是你老豆对你无形的教训啊。你一个聪明女，都唔使我画公仔画出肠啦。我相信你能够回心嘅。我出去啦，吓。当此无价春宵，何以你仇天百禁呢？主上，六珠不怕直讲，先母本属系汉人，为与元帝亲近而遭杀戮，六珠恐再度覆辙，未敢与主上相亲。你咪咁傻啦，六珠。与娇共帝君，甘愿那汉人，即此消除种族斗纷，甚希金汉永和亲啊，立意戚封你做啊妃嫔。旧创生，一呢语不为艰辛，只与令
事啊，爹？而家朝廷派咗高岳将军嚟接你去噃。啊，我明白啦。主上今朝临走嘅时候，佢一定要封我做贵妃嘅，梗系派人嚟接我啦。六柱，办事嘅嘢唔好睇得太乐观啊，或者中途有变故噶。系啊，主上亲口应承嘅，点又会变故啫？等我出去睇下先。参见贵人，太后昨晚知道主上临行到此，特召贵人进宫封为妃嫔，催岳师爷一同觐见。吓、啊，乜我都要入宫？阿爹，我早就料到系咁样噶啦，你使咁惊啫？惊。当困困多事蒙重召，心头惊喜亦难分啫。现在车驾已在门外等候，请崔乐师同埋贵人起程。阿爹，咁我哋去啦。崔六珠，昨夜主上驾幸逃临，曾否与你相亲？快对哀家直讲。启禀太后，昨晚主上临行，竟已与臣妾共结联盟。崔成业，哀家嚟问你一声啦，汉女亲近圣主，招礼成何罪状？当年白玫瑰之死，你已经目睹其详嘅啦。太后望谁念念在臣面上，曾管故中是大娘，年老如梦无教养，只令无知小女幻形啊将，求恨开恩赦罪名，当年小女与成君绝来往，咁就得噶啦。阿爹，你不能咁样求情嘅，斩断爱情为一事，世难不复见君王。女儿昨街主上结同襟，早如今朝方有此情。数叛变，皆为金良残杀为藉口。我还望太后你三思，以言叛民，有理可讲啊。咁样，赵大夫你虽系言之有理，为是若将他轻重，又怎可以肃整王纲？太后，设想汉人最重贞节。毁其贞操，又甚于将其命数。
翻去做新郎哥啊！你如果系上面嘅，就请佢饮翻杯啦，自己人唔使客气噶。玉珠佢个个性倔强，不死于棒下，都死喺赵家噶噃。唔得，我要出去睇下得。随便你快啊，唔好客气，唔好客气。赵大夫，你真系好艳福啦，连介古稀，仲娶得儿花嘅佳丽喎。呢啲都系太后恩赐，唉，难得各位莅临，恭贺啊！大家不醉无归，饮饮饮饮。唉，上面上面上面，各位，我哋饮饱食醉啦，应该告辞啦。莫不赵大夫良宵阻滞啊！赵大夫啊，多谢晒咯，我哋都唔阻滞你陪伴香桂。各位认真同嚟，奉送奉送。你原来外父大人点解唔请入嚟饮杯啊？吓，你就饮得过啦！我同你几十年相遇，就算你老上风流，你都唔应该整副咁嘅嘢我叹啊！我俾咩嘢你叹啊？仲话冇？你今日草绿珠草妾事，系咪立心咗我眼眉剃啊？你啲唔算剃眼眉，试问太后有命，边个敢抗位啊？你就晓讲。冇所謂，識講唔識講嘅，係咧，我而家趕住入去同阿六珠交杯合緊噃，唔啱你都入去飲杯啊，冇所謂嘅，飲條唔老命啊！我入去見下個女就算啦。哦，請請請請請。阿崔小姐，今日系我哋个好日子嚟喎，乜你两父女一见面揽埋就喊，查就喊嚟有乜为啊？老头儿，边个同你好日子啊？你咪以为弱女可欺，逼我功夫未齐噃？哦，唔系我逼你噶噃，虽知太后在宫廷，赐我御娇成伉俪啊。白发红颜鞋合紧，其实未算太狐狸。为世伯要娶侄女儿，可系廉耻全无，真失顶礼。崔老弟，你话真系失礼，我话唔失礼。老赵向来就多诡计，今宵立妾当然有用心，为是六珠亦唔会蚀底嘅。在此得安全，就算棍下牺牲逃命。你个老糊涂，你正一食失米，同族竟相残，民心宁无愧。你是人老尚贪淫，我是人忙节不讳，创死在房中，不与成伉俪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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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亦知道漢族人唔應欺漢人嘅，
做世伯就唔应该把侄女嘅精节坏。既然知道你有种，我故意弄成圈套，我其中另有问题噶。有咩问题啊？细侄女一时六珠离劫难，二时金梁陷困危危，图恢复家邦计，帝王举义再生世，正待一人为奸细，偷探军机作叛齐，挑拨境底争回权与势，令其母子而相违。今人来向外侵势必危，汉族邦家当有制。哦，原来你深谋远虑嘅，能还邦家扶汉族，牺牲老命亦甘为，如何可以坐齐王，垂入宫廷为奸细？崔老弟，我之所以救六珠翻嚟，就想利用佢进行一切。若果依计行事，便可脱金族嘅铁蹄。啊！利用六珠？细伯，倾到金族而救汉民，此策本来系难退位嘅。唯独是阿六珠，你唔使讲，我都明白你嘅心事。是否有心令金梁毁灭，而不忍令景帝归西呀？六珠，你太唔生性啦！你仲不念国家存亡，你应该想念下阿妈，点样凄惨去世嘅？阿爹，我唔系想唔到，今人虽然残暴，但系景帝并不残暴，佢时常都想办法维护汉民嘅。对我六珠更万分怜爱，此际我为情为国，故今左右难为啫。哎呀，你只要两公婆齐全，就唔理外家四绝啊嘛。如果早知系咁，我有你哋生嘅虫啊，你真系食往阳间米。阿爹，你唔使咁嬲嘅，国重情轻，六珠都知道。不过我唯一希望者，你仲希望咩嘢？在我未报国之前，我希望能与景帝做三个月嘅夫妻。啊，三个月嘅夫妻？系，三个月内能报景帝嘅恩情，六珠真系死而无憾啦。咁？得，我正在要利用你一个时期与景帝相亲，离间佢母子嘅关系。咁样咩？而家太后命令佢做你嘅妾侍噶噃，佢点可以再反宫闱呢？我早已安排妥当，你依我计划行事就得啦。为还你咁守愧，还你能把娇花护卫。请求，相信定许我哋成亲嘅。我尊你。
为咗两族和合，不惜艰辛啊嘛。我信心似夜问题，日得照时不得济，困而遭困危，求啊圣上莫为情欲破坏国家礼，更莫有犯太后权威，迫使汉女归世。我见你心似自怜，为国礼把情人啊护卫，有心力量光夜太后，你想我妻痴心誓也不得为，牺牲一那齐亦那是爱情永系。主上，如果真系敢与太后抗衡而护六珠嘅，老臣当然完璧奉还，成就一双多情嘅佳丽。当然啦，难道一国之主都不能护卫心爱嘅娇妻咩？主上，你想清楚就好啊！幸运一时兴奋，你就口轻轻，累阿六珠便刀下跪啊！唔会嘅，爹，主上讲得出，佢当然做得到，断唔肯将六珠难为嘅。点啊，主上？一定唔会，六珠，我哋先反攻为。谢主上。上驾临，因与六珠相爱，微臣不敢抗旨，只有将六珠送返宫位。哼，哀家都早已知此事啦。王爷，虽知汉家女子不得相亲成帝，宫规法纪哪许糊涂涉光怪，婚姻不应做法纪限制，立为呀求淑妹，眷恋那汉女未忘怀，执法治国立规治世，严明圣母怎可废呀？仁义兼济，安邦济世，求奉女当不计种种嘅问题。今人乃是天之骄子，汉民乃是亡国战俘，怎可以视同一体啊？太后，所谓行人道者必枪，行霸道者终灭，我与六珠已结不解之缘，望太后取消成见，许以共赴未齐啊！不准！虽知道家有规，国有法，你是否全心反叛金梁律例？臣儿不敢。既然不敢，快随哀家起驾，回返宫位。吓、回宫？主上，都话叫你上真至好做噶啦，什么牺牲一那妻，
誓娶汉女也为妻呢？太后一声疾喝，便敢难以施为。多一夜恩情孩永啊西，何愁梦不多了西？斟了无力东皇早已毙，任交花落葬污泥。哎，何堪花落葬污泥？心爱情人难护卫呀，怎求各自与家齐？太后，臣儿决与六珠结凤仇，金汉不分嘅规条应作废。吓，把公规作废？哎呀，估唔到你为迷恋一个人哇，对哀家都绝无惧畏。谁知道哀家有权立你，我就有权贬你。咪以为做咗皇帝就可以擅改宫规？太后，你手上虽有贬立之权，但系我亦不甘长做一个傀儡皇帝啊！若不得六珠为后，我誓不反宫位。你好胆！太后，国例只有诸奸之条，而无弑君之理，我还请太后三思，免使外邦疲危。而且主上为爱汉女而被杀，汉王更有所藉口叛乱，我还请太后不能不慎，胡论家国嘅问题吧。哀家杀佢，又怕兒笑外邦，惹起漢民反叛。但係哀家唔殺佢，咁我要點做至啱呢？文繼以一國之君愛一個女人都唔得咧，就係又失體面嘅。為是為咗大局着想咧，太后應該要遷就聖君為相。将你六朵芙蓉花
送嚟嘅。啊，芙蓉花。你唔好攞住，呢六朵毒芙蓉，你唔闻得噶。毒芙蓉？冇错，呢一种芙蓉花出于西藏嘅，佢有种奇烈嘅毒性，如果插喺襟头之上咧，俾毒气攻心，唔使一刻时间就死噶啦。咁送嚟俾我做咩呢，爹？乖女，呢一个就系你救国救民嘅机会啦。汉军直达黄都，争霸千，朕来城池被铁肩。因为守城嘅五虎将摇勇非常嘅，使汉军冇法子打得入噶。乌玉令女儿施手段啦，毒杀守城虎将，都可令国土啊还原。毒杀五虎将，系你可以借慰劳为题，将五朵毒芙蓉赐赠俾五虎将，等佢中毒身亡，我哋便可破城复国噶啦。五虎将五朵就够咧，仲有一朵要嚟毒边个噶？仲有一朵，唉，乖女，当日为酬景帝恩，只求三月同痴恋。今日已经成已愿，自当浅约你盟。所如一朵毒芙蓉，要来拆散通巢烟。要来毒杀景帝？冇错。就是被你要来毒杀景帝的。阿爹，景帝虽然不是同宗族，为是贼心良善，常堪怜，焉能忘尽朕边情，以怨报恩，何堪怜。六柱，乜你个头脑又先唔清醒呢？我嚟问你一句啦，景帝对你怎般嘅情恩，及唔及得阿爹对你养育嘅心恩？你唔忍，景帝一人抱怨；你又忍唔忍令千千万万嘅汉人抱怨？如果你只顾私情，唔顾家仇国恨嘅，你又对唔对得住阿爹？对唔对得住千千万万嘅汉民？他日更有何面目见你娘亲于九泉呢？真系精忠女儿啊！嗱，我即刻去会知齐王，你唔好犹豫误事啦。嗱，你小心啊！交人心
唔使呃我，你睇你眼泪都未曾抹干。哦，莫非你见我国将沦亡，恐怕牵连你本身，因而凄怨咧？唔系啊，主上，我见你忧劳国事，日忙餐废寝，我等阿主上你辛苦，所以暗自悲伤啫。哦，原来你等我辛苦啊嘛？可叹太后专权，孤王未能续容和，搞到兵荒马乱。侥幸五虎将骁勇守城啫，否则皇城失陷，孤王都早已命丧黄泉啦。五虎将骁勇守城，镜子临危咩变迁？一个爱心咩万年变，人情堪共月更无意义。两年原子愿，太后妄施政，致令民间起一叛变。五虎将联同进攻，太后召主上即时到偏殿。五虎将要见我，孤王去接见五虎将，睇个战局是否变迁。主上，咩事啊？六柱，五虎将忠心守城，主上你好应该赐予慰劳加面房。慰劳更应该啦，前日孤王已经如此酒食，令想万贯金池啊！赐予酒食金钱，佢系得到享用啫，未曾得到主上你嘅心事噃。嗱，臣妾今朝摘咗几朵芙蓉花。不如主上你大往偏殿，亲手赐俾首将啦。佢哋深感浩荡皇恩，一定系用于作战嘅。讲得啱，六柱你真系想得到啦。主上，为表示虔诚心事，你一定要亲手将呢朵花插在虎将嘅襟前噃。好好好。咁我拎翻你一朵，你拎五朵去啦。呢朵系咪留翻嚟送俾孤王啊？吓？唔系，留翻俾自己戴啫。咁咩？咁你等我翻嚟，等我亲手同你戴咧。孤王一去就回啦。Thank you.
混乱，自是受骗。吴府长带上你嘅芙蓉花，信知中毒身人死于片裂。芙蓉花你点样得嚟嘅？受到谁人诅使你化身坦白问言？主上，讲啦，几多毒啊？芙华蓉。汉人咁好，就算佢哋得回天下，都未必将你难为嘅。你何必血溅宫廷，自寻短见得噶？如果我有命再生嘅，
我当然把你平时嘅仁德宣扬，求齐王恕你无罪嘅。可惜我而家中毒已深，我嘅残命都难以苟延啦。六珠，六珠。咁就得啦，等我救佢。慢，等我救佢。六珠系我个女，等我救佢得。六珠系我嘅心爱人，应该我救佢嘅。我至多几十岁人，俾晒啲血佢饮，我都牺牲条老命啫。你年青有为，你无谓牺牲嘅，等我救佢。六珠为我牺牲，唔通我唔可以为佢牺牲咩？我救佢先啱嘅。我救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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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啱。崔老弟，你无谓争啦。你年老血衰，佢年少气盛，而且佢同六珠一片之敌，你应该让佢救至啱。咁你救佢你係中毒死咗，但係景帝佢俾佢啲血你飲咗，解除你嘅毒氣，而家你冇事噶啦。主上，六珠，梁浩光，孤王今日一戰成功，你嘅罪狀難免。齊王，今人對漢人雖然開揚，但系景帝仁德情有可原嘅，齐王，景帝平日睇恤我哋汉民，而且佢宅心良善。齐王本人者之道，无再追究景。既是国人保奏，孤王自当免其一死。从今贬作庶民，已是我哋汉朝嘅恩典啊！谢齐王。崔卿家，你父女功劳至伟，二日当封号在金銮。齐王，功成身退无奢望，不求封号在金銮，愿同景帝永相依，谨记全能为所愿。残废之躯无魄力，未肯官大事君事。但求归隐度余生，桃林岁月多你一遍。崔老兄，你既想告老归田，孤王自当准奏，赐你黄金百锭，十顷良田啊！谢齐王，汉女正中朕的少见，痴心相相永莫变。今生不再有恨怨。